大桥了哦，好，古川大桥全长654公尺长，总共8根桥墩柱。来，现在要解说的是第三根，在爱寮溪中央下面，是不是只有全部只有那边有包铁皮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如同穿的铁衣一样。为什么？它的厚度大概是9mm。好，你要知道，全世界哈，只有台湾的这条爱寮溪，还有高雄茂林的左口溪出产什么？叫做哈，哎，龙纹石，龙纹石，哈，所以呢，屏东水门有人在做龙纹石，跟我们万山的马勒和黄义清叔叔，他们把这些页岩板石的龙纹石啊加以加工。琢磨茂林的你好叫马蒂姆叔，来大家念一次。马蒂姆叔。万山的你好叫阿告不英奥。阿告不英奥。多纳部落叫英不英奥英尼亚叔。你好啊，那你就等啊。对啊，所以这三个部落只有万山的蚱蜢最难听。万山蚱蜢怎么讲？叫几歪呀？哦，哎，唔好听。敢你敢讲呢？别人拢嘛唔敢讲。我们台语是足歹听，啊，不过我们原住民族语唔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对啦，无同族的关系啦。在台湾原住民16族，只有泰雅族的话最难听。吃饭叫做干你娘。哦，你看。喝酒叫老母。哦。所以泰雅族吃饭。喝酒叫干你娘老母哦，我也不会听到。还有，我再加一个，他们的山猪肉叫做把布。对。吃饭喝酒配山猪肉叫干你娘老母的把布。哦，你要怎么听？